中华县政府20号举办东游中华，选出囡仔的大能力新册发表会，册内底收录超过60个观光工厂、休闲农场等等亲子体验的景点，让小朋友欢喜耍以外，同时嘛吸收到知识，选出5大能力。我印象很深，在这里面希望让大家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，这个叫做同游彰化，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旅游书，也是一个教育的书，也是一个亲子这个同乐的书，在这里你们如果看过这一本书以后就可以玩遍我们彰化。希望讲这本册有大家不同的感受让我们同游彰化，爱上彰化，你说好不好？咱较早咱讲话确实是物啊吼，是安尼，拢咱家定调的讲，彰化很有料，但是彰化真低调。吼，像阮这边甲厝顶吼，咱这边接咧观光局落，即个外宾啊，韩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，事后我相信拢安尼讲，拢讲过，唔知咧，彰化咧遮好佚佗，我较早拢唔捌听过，嘛唔捌来过，毋是今早就走日月潭、阿里山，吼，唔知阮彰化怎样知？这是较早咱家己安尼定调成安尼，但是即卖已经无同啊吼。透过咱即卖管委会重视吼，咱处长这样强的执行力吼，咱即卖已经爱甲定调的讲，彰化足精彩，大家拢做伙来。发表会现场邀请超过10个观光工厂甲休闲农场，共同展示彰化丰富的观光旅游资源，化身一日快闪小市集，甲大家分享工艺创作甲特色产品。体验彰化观光的精彩。你好，我们主要是玩无毒颜料的观光工厂哦。那到现场呢，可以玩我们手上这个 DIY 彩绘，它可以任意粘贴在任何光滑表面上的颜料，那也可以画在我们的布类上的颜料也有。那欢迎各位大小朋友来到彰化北斗的时候，可以请来我们这边体验我们的无毒颜料的体验跟奥妙哦。我们是卷木生活馆，是今年通过评鉴的第一间观光工厂。那我们是以实木皮作为主轴的观光工厂。那我们里面讲求环保教育，然后还有文创创意。那我们在鹿港的彰滨工业区里面，如果大家有来鹿港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卷木生物馆去参观看看哦。动漫中华伸出囡仔大能力，甲过去一般旅游的册无同款。甲观光旅游融入体验教育，囡仔会使伫彰化的冒险旅程当中，学到冒险力、感受力、敏感力、专注力、思考力等等5大学习面向，予亲子伫旅游过程的当中增加感情，创造搁较侪好的回忆。欢迎父母牵着小朋友的手来体验彰化无穷的魅力。公益频道柯伟丁彰化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